VR 是虚拟的，但体验是真实的。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 VR 速递，我是你们老朋友翟老师。这几天我抽空看完了 Meta Connect 大会主题演讲外其他的流程内容，基本都是来自 Meta 一线员工实打实的介绍分享。我这些峰会场就没有诸如 Code Avita、Image 手腕交互、3D 扫描这些遥遥无期的大饼。我知道这些东西很吸引看客的眼球，但如果你真想看这些，实际上 Meta 平日里发的相关专利更有看头。那今天的视频呢，我就想跟大家介绍一下，在 Connect 大会开发人员的峰会场里，对于我们这些手拿 Quest 机器的 VR 用户来说，有哪些实际值得期待的东西。首先我们来看看手势追踪 2.1 更新了啥。第一点就是加快手部追踪的初始化和重恢复，就像大家画面看到这样，只要初始化恢复的反应足够快，就能弥补丢失的断裂感，提升整体的稳定性。第二个就是引入了新的专用神经网络来提高预测手部姿势，从而能更加紧密的使虚拟的手跟随真实的手部动作，不仅减少了延迟，也修复了原来会出现双手接触时类似交叉创模的问题。最后一点同样是依赖于神经网络，把捏手确认的手势识别从后期驱动的预测转成了直接预测，减少了捏手触发确认的错误率。同时 Meta 还会在手势追踪 SDK 加入几个新的交互模板，比如终于到来的手势传送模式。现在 VR 玩家比出数字8的手势就是触发传送，解决了纯手势追踪游戏只能站桩的问题。还有就是引入了手掌菜单模板，只要张开手掌就可以点击掌心的迷你菜单，这也算是充分发挥手势笔记手柄的独特之处，毕竟手柄是模拟不出掌心的。手势追踪 2.1 将在年底向 Quest 2和 Quest Pro 的用户推送。提到手势追踪，关于 Touch Pro 手柄还有小点需要跟大家补充，就是新的自追踪手柄未来会更新一个 API， 能计算出玩家捏合手柄的压力值，从而让玩家在一体机游戏里做了像半条命埃里克斯里用 Index 植物手柄捏可乐罐的动作。不仅如此，有新的手柄是自追踪的，所以手柄管自己，头衔管手势追踪，两者不存在只能运行一个的切换状态。这意味着在未来，游戏开发者将能够构建同时使用手势追踪和手柄交互，也就是一只手拿手柄，一只手直接手势追踪。不过相应的 API 还没有正式发布。第二个我觉得大家需要重点关注的是语音交互功能。这一次我们终于在一款算大体量的 VR 一体机游戏 Inspire 2里看到了语音交互作为核心玩法之一的功能。接下来大家看这段混剪实力感受一下。 Push Slow Shield Freeze What?Drop your weapon. If it eases your mind. Get on the ground. I'm doing it, I'm doing it. Just take it easy. Mega boom. Tell me a story. Okay. Make it this big. Summon butterflies.我一直觉得语音功能在 VR 发展路线上远未被开发。大家想象一下，用 VR 潜入第一视角扮演游戏里的人物，要想真正符合现实中的真实，嘴巴是得先行于手和手柄的存在。现实生活中，你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动嘴一定优先于动手。像前面这段演示中，玩 VR 潜行间谍游戏，用语音进行干扰暗杀是很实用也是最基础的用力。将来像火影或者哈利波特这样需要念咒语的游戏，相信也会多起来。用语音控制 VR 视频播放器更是小菜一碟，但真正未来是实现跟游戏内 NPC 进行 AI 智能对话，那将又是一个传统平面游戏永远无法给予的沉浸感。虽然在现实生活中大家都已经习惯智能家居和智能手机的语音助手，但是我们潜意识都知道那只是一个信号声波之类的东西。而对于 VR， 它的特点就是把现实非具象化的东西在虚拟世界里拟人化或者拟物化。其实完全可以在 VR 的桌面主控室里给一个 VR 的智能助手，形象可以拟人化也可以宠物化，直接可以跟它进行语音交互，这比其他任何方案都能让 VR 用户第一时间戴上 VR 之后就能找到归属感，而不是单单的只是给用户一个打开 VR 菜单的空间。既然人人都羡慕钢铁侠的 Jarvis， 那让 VR 用户戴上头显的那个就能拥有 Jarvis， 不是一件非常能提升用户体验的事吗？接下来是关于场景捕捉功能的更新。由于 Quest Pro 因为某些不明的问题，迫使 Meta 最后在量产时阉割深度传感器。有传说这个深度传感器可能会导致像之前一加手机那样透视裸体拍照事件，
又说是因为在产品验证阶段出现传感器破碎的问题。无论哪个原因，总之就现在 Quest Pro 和 Quest 一样，在使用 MR 应用实现虚实交互之前，必须手动进行现实空间场景的描绘。为了提高手动效率， Meta 在未来会更新场景记忆恢复功能，就说省去了老是重复手动捕捉家具的过程，而且不同的 MR 应用之间有望可以共享场景捕捉的记录。另外就引入更多的捕捉场景对象元素和数量，比如新增显示屏幕、架子和植物，然后你可以提前选定数量，比如添加三张桌子、一扇门。但实际上我觉得更加方便的其实是 Meta 应该把进行手动捕捉描绘的工具直接改成多面体，而是现在用线一条条的连接。简单点说就是直接给你一个透明长方体、球体、锥体或者其他轮廓简笔的模型，用户可以直接进行缩放，控制体积大小来匹配房间中的家具，这样会大大提高效率，使场景捕捉更加的无缝衔接。这次 Meta 带来了久违的本地共享空间锚定 API， 基于这个 API 开发的游戏或应用可以实现在同一现实空间多位 VR 玩家共享协同定位，在同一场景下进行 MR 游戏。大家通过头显看到的虚实画面都是一致的，所以这就解决了一个根本的问题。比如现在四个朋友聚集玩 Demo， 戴上头显进入虚拟世界，但实际上把现实中的四个人分割了，只能通过声音交流，利用这共享空间锚定，并同时支持 MR 模式，只能打通虚拟和现实的界限。同时这个共享空间锚定在进行 VR 办公也有大的帮助。 Meta 基于此为 Horizon Work Room 更新了 Magic Room 的功能，在 Magic Room 里能实现一位同事虚拟远程，一位同事就在你现实空间的对面一起进行协同工作。 Meta 还宣布了他们运动跟踪 SDK， 如果大家的 Quest 2已经更新到了 V46， 你会发现设置里的手势追踪被放到了全新的运动跟踪目录下面。而 Movement SDK 是由眼动追踪、面部追踪和身体追踪三个组成，眼动和面部这两者比较好理解，而且必须要求硬件支持，就没有必要多讲。而这个身体追踪很容易在表面文字上被大家误解为全身动捕，实际上不是的。身体追踪只是指用头显和手柄模拟出来上半身的动态骨骼形象，就一般情况下虽然能显示完整的上半身虚拟形象，但是可能躯干和手臂是各管各的，没有带动肩膀的联动感。 Meta 的身体追踪就是指玩家无论是使用手柄还是手势追踪，都能在自家的虚拟画面上完美的模拟出来。大家不要觉得这很简单，实际上视频画面里这个制胜11分关于拥有手臂的 Meta Avatar 更新计划已经快一年了都还没有正式推出，开发上也没有大家想的这么简单。尤其是这类运动类的 VR 游戏，拥有手臂还是只有单一的手掌，在实际体验里的差距还是很大的。既然提到了眼动追踪，那顺便说一下基于眼动的动态注意点渲染 ETFR。 我知道大家都对动态注意点渲染抱有很大的期望，但对性能提升实际上并不大。如果单看动态注意点渲染对 GPU 性能节省确实大约在 33% 到 52%， 然后别忘了 Quest 2已经支持固定注视点渲染，而单看固定注视点渲染对于 GPU 性能节省也有 26% 到 43%， 也就是说花大成本加上眼动追踪，对比 FFR 也就多提高了 10% 不到，并不是某些人期望的那种大跨越。这就是为什么卡马克在自己脱稿演讲里也直接说到，外界期望注视点渲染能将 GPU 性能提升数倍是绝不可能的。所以这里就提醒大家一点，平时看到相关新专利或者新技术，当里面提到什么性能提升多少时，要看清楚是拿什么来做对比。最后就是 Meta 在 WebXR 方面的进展，除了上一期视频专门介绍的 VR 浏览器支持 MR 透视外，他们专门制作了一个体验 WebXR 的官方案例 Flowerbird，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体验一下。而且现在 Quest 浏览器直接支持叠加到游戏和应用上使用，只不过需要大的运行内存，所以目前只支持 Quest Pro。 但是卡马克说 Quest 未来更新这个功能也不是问题，因为大部分 WebXR 的网站基本不会太占内存，所以从这一点上还是能看到 Meta 一如既往的保守。除此之外，大家应该都知道 Meta 跟微软还有 Adobe 合作引入了不少办公效率的应用，这里面实际上不少都是 2D 的浏览器 PWA 应用，包括引起不小讨论的 Xbox 云游戏其实也是 PWA 应用。实际上你现在就可以用 Quest 2浏览器进行 Xbox 云游戏，只是到时候官方的 PWA 应用应该会有更好的解决手柄连接适配的流程。 OK， 那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我们是不等量 VR 成熟，是陪着 VR 成熟努力 VR 角度圈。如果你也是对 VR 相关感兴趣，欢迎关注我的频道，点赞投币转发三连，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